我学老歌的管道啊，管道，就是不只是卡拉 OK 啦，因为应该就是那种乡下地方都会有那种卖菜车，然后因为我家是属于住在那个利家村的信义区的那种感觉，就是、那我住的地方就是我们村庄里面属于比较热闹的地方，商业重镇。对对 ，downtown， 所以那个卖菜车都会在我家的正门口停下来这样，然后小时候啊，就是大概6:30的时候，刚好那时候在播哆啦 A 梦，就是小叮当，然后卖菜车就会不是卖菜车啦，不止卖菜车，还有面包车啊什么的，然后面包车就会停在我家门口，然后所以我每次看哆啦 A 梦的时候都很想吃面包。没有开玩笑的，好，现在我要唱那个留不住的故事，有人知道这首歌吗？因为这首歌好像在老歌里面是属于比较冷门，可是也是经典啦。对，然后是黄莺莺，是黄莺莺吗？好像是黄莺莺吧，对，留不住的故事。然后我喜欢这首歌，就是因为。我觉得人啊，我比较啰嗦，就是我比较想比较多这样。就是我觉得人生来是一个人，除非你比较幸运，可能是两三都胞胎多胞胎之类的，然后生来是一个人，然后走了也是一个人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事啊，我在这边唱歌这件事情，也都是我们人生会留不住的故事。对，然后我有一个人生的座右铭是。活着的时候要很快乐，因为我们会死很久。好了，不用那么沉重。对，然后这是我人生的一个作用，我人生的一个哲学。对，然后我觉得，快乐是可以被延续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怕我们这些故事留不住，所以我们就不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，然后为了符合一些世俗的眼光，然后去迎合别人的口味这样，然后我们只要快乐的做自己，我们的快乐就会被延续一直到永恒这样。对，好，然后我要唱这首留不住的故事，谢谢。故事的尽头，我的选择。
摇滚孤独之际锁住。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地交织成，交织成一张无边的网，层层地把心网住，在年轻的迷惘中，我醉过才看清楚，美丽和悲伤的故事，原来都留。在年轻的迷惘中，我最后才看清楚，美丽和悲伤的故事，原来都留不住。青春的脚步，它从来不停止，每一个故事的结束，就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。原来都留不住，在故事的尽头，我的选择是用孤独将自己锁住。谢谢。谢谢阿姨，他们家的奶酪很好吃。好，然后，哎呀，然后，就是人生就是很多感慨嘛。虽然我才21岁，21岁，搞不好谁知道我能活到几岁？对啊，所以就是要活的时候要很快乐嘛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不快乐，对啊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，我发现一个不知道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还是怎么样，就是通常男生写给女生的歌都会来得畅销，然后来得传唱度比较高。我觉得我自己的解读是，我觉得男生比较知道怎么伤女生，所以他们比较能写出伤女生的歌，然后所以女生唱了就会变成是女生的心声，对，然后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男生写给女生的情歌通常都比较容易畅销吧。对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男生写给女生的歌，然后我有时候听唱这首歌或是听这首歌啊，都会比较情绪比较澎湃，因为我就说过我是想比较多的人，然后这首歌就是他在讲一些女人的感情世界啊什么的，然后我觉得，我非常尊敬女性，对。也跟我们的就是民族性有关系啦，因为我们是那个母系社会，也不是这样的原因，就是我觉得我尊重女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为就是孕育下一代嘛，对，然后是他们本来的天性，然后对，然后也不是说是应该的啦，因为现在可能有些人就是比较工作比较忙啊什么的，就比较没有要生孩子，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很尊敬，然后我也觉得在生活，我要接下来讲的好严肃哦，就是我觉得生活在中国传统思想下的女人非常辛苦，因为她们要嫁到男生家，然后为男，有些人可能比较久以前可能16、15岁就嫁过去了，然后就要为他们奉献出她的青春啊，然后也无怨无悔的就是到老这样，所以这首歌是问，对，然后有时候听这首歌我都会想很多，就觉得。女生为了男方的家，然后付出她的一生，我觉得我们男生应该要更尊敬女生，对，然后现在是一个平等的社会，好，我带你这个问，谢谢。
尽头，只会让你偶尔想到有他在怀中。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，不会付出青春，她就会对你真。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？她最好永远天真，为他所爱的人。谁让你心动？谁让你心痛？谁会让你偶尔想要中？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所困，终于越陷越深。为他所爱的人，谢谢。